嘉义教区参议会发出公告，当今教宗方济各于2020年5月23号任命嘉义教区中安柱主教为台北总教区总主教，并在7月18号就职。按照天主教法典421条第一项，参议会在得到主教出缺消息之后，应于8天之内推选出教区署理。因此，嘉义教区于7月21号选举出吴中元神父为教区署理，即日起生效，直到教宗任命嘉义教区新主教就职为止。